其用语音播放键，先按键盘 F12 功能键，启动工程模式，再启用语音播放。在工程模式的 Network 视窗 Type 栏位找 Media 音档，按压名称开启音档，再按下载，将语音档从 Sounds 上载后，下拉到搭配场景。